18号晚上9点，一到弥陀渔会，韩国瑜忙着打招呼，但招牌蓝衬衫皱巴巴。从正面看，还是长眼皮红肿，眼袋下垂，眼睛快张不开，连渔会干部都忍不住说：“我今天天公哦，身体还够好，我今天冬天干的，哦，这是冬天。”韩国瑜拿起麦克风，用沙哑的嗓音，竟然还能开玩笑。 虽然开玩笑，但让在场民众听了好心疼。隔天一早视察鱼市场，没睡饱，眼睛几乎张不开。就虽然港口非常小，但里面的鱼的种类很多。对，那希望能够扩大一点港口。 嗓音严重沙哑，来算一算，韩市长的行程。前一天正常上班时间8小时，接着晚上9点到渔会谈话4个半钟头，一早又起床视察3小时，几乎15个半钟头都在讲话。到了渔温现场，声音又不行了。结婚了没有？几个小朋友？3家。哇！啊，有够啊，有够啊，有够啊！6口。靠这里啊！哦。 完全逼车，还要强打精神，几乎快累垮。韩国瑜不愿让民众失望，但好不容易在过年练好的龟息大法，一连串铁人行程后，可能又被打回原形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